咁跟住一提啦，就係比較嗰啲 averages。記得我哋講過 average 嘅定義啦，有三種嘅 mean、median 同埋 mode。咁而家咧，我哋俾咗兩年裏邊咧，嗰啲雨量嘅 mean、median 同 mode， 問你咧邊一年咧個 rainfall 係少啲，即係少啲落雨，跟住 explain 咗 answer。咁好明顯啊，揾個細啲 number 啦，譬如2007-2008年 mean 350/460，咁好明顯咧350係細過460噶。依個 median 又細過佢 ，mode 又細過佢，咁呢個壓倒性嘅優勢啦，即係2007年係多雨量過2008年，即係2008年少啲啦。所以 level table 咧，2008年嘅 rainfall 全部都三個指數都係咧細過2007年，咁所以咧我就話2008年咧係落少啲雨。關鍵咁呢度咧，關鍵嘅 keyword 就係 the three averages， 即係話咧 mean、median 同 mode 都係低啲。